来，我们呀，今天玩一局多人挑战赛，练一练自己的手速，还有眼力，看看谁找得快，看看谁能够胜利呢？嘿嘿，现在呀，有好多好多的小伙伴和我一起在玩呢。现在是拖把，我们呀，只要找到屏幕中相同的图片，我们呀，就可以胜利了。哎，在这里。好像这两个家伙他都没有找对，他们呀找不对的就掉下去了，就 out 了，就淘汰了。现在呀只剩下我们三个人了，可是他们两个好像都没有找对啊，所以只有我一个人找对了，我胜利啦。哎呀，我说你们一定要手疾眼快哟，这一次呀跟着我来，跟着我走啊。怎么还有小伙伴跑过了呢？跑过了也是自己会掉下去的，继续来找这一个会是出现什么呢？哎，在这里，在这里。对对对，你们呀可千万要和我一起走，跟着我走，绝对找不错哟。你们呀一定要小心咯。哎，是胡萝卜，胡萝卜我也找到了。哎，这个小伙伴他没有找到，这才玩几局呀就剩下我们四个人了，你们呀可要抓紧紧啦，千万不要找错呀，小兔子。现在呀就剩下我们两个了，你呀可千万要小心一点哟，跟着我来。在这里呢，在这里呢，篮球啊。哎呀，坏了，那个家伙呀没有跟着我来，所以呀最后胜利的又是我自己呀。再和你们玩最后一局，你们呀如果再找不对，我呀可不陪你们玩了，你们简直是太笨了。现在是萧莲，哎，这一次找对的人还挺多的。哎，这个是什么呀？什么呀？哎，我差一点呀，我的天哪，我都没有看到我自己站在哪里，差一点，差一点啊，可要小心一点。哎，在这里，在这里。哎，这一个家伙你找错了，那海豚和图片上能一样吗？这颜色也不对呀。哎呦妈呀，萧莲，萧莲，不会吧，他们呀全部又 out 了。最后的胜利者呀又是我一个人呀，所以呀，我玩这个多人挑战赛呀是最厉害的。